为什么不选富贵出身？为什么不选富贵出身？为什么不选富贵出身？因为富贵出身牛啊！富贵出身上线就能打扮得美美的，无数华服随便选择，好看的外表总能有更好的机遇。一心搞事业，玩得好，三天就能晋升女相。女相。闲暇之余，发展一下和帅气公子的情缘，爱情事业双丰收。缇娜现在预约好礼相伴。